我就不等你。你要给我表演什么？你刚刚说。我要上楼梯，再下楼梯。哇塞，你太棒了！来吧，开始展示吧，我的小宝贝儿。耶、yeah, ，稳得住，全靠技术，技术好不好？一看张豆豆就知道。妈耶，这么厉害吗？对，请在前方合适位置掉头，然后再回去找妈妈。是的。上车。对，上车回家找妈妈。妈妈给你买粑粑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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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不对了噻。重新来，重新来。好的，嗯，准备好了吗？来了。嗯，好。好棒，是不是？你扶墙壁没有？没有。没有扶吗？嗯。这个点赞是属于谁的？我的。嗯，加油，宝贝儿。还有我的飞机。嗯，飞机。飞机对我的点赞。今天填了一个电话，免费得了个飞机，可开心可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妈妈以前说过，给我买个飞机，因为我喜欢丢东西。嗯，结果今天刚好遇到那里有送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妈妈又节约了一笔钱。妈妈还能挣更多更多的钱。好的，妈妈挣更多钱给你买更多的玩具和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加油。